么热闹？回来了，快吃饭。就说呀，饭菜都做好了，请吃。哎，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忙去了，我忙着给你拿资料了。你看什么资料？你看，看《黄昏阁》。养老院。哎，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不是一般的养老院，超级豪华五星标准老人宾馆。不是，你就别，哎，于伟，你别什么？于伟，你坐这儿，我想听。你坐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听我说，妈，你要是去到那儿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特别棒。我这个下午去了。特别好，窗明几净，而且特别温暖，你知道吗？那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圈子，哎，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老师吧，老师都住这二层，好交流啊。然后有三层住的什么呢？就是唱歌的呀、跳舞的呀，还有一些搞文艺的，都在这层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卖家具的，有一层专门是退休的工商人士住那儿的，就适合您，这交流起来有共同语言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你那个都吃饭吗？都吃饭，不是吃凉了吗？不是，你听着，我听着吗？不是吃凉了。我忙活一下午，好不容易你让我说完，说完再吃。妈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，特别特别棒，你想象不到的好，整个市里边只有这一个，你知道吗？24小时贴身保姆，一个人一个，跟外界不搭嘎。没有别人在使唤他啊！还有，我跟你说什么？24小时热水，还有专门的营养师、按摩师、保健师，连医生、护士，我跟你说，理疗中心全部配齐了，还有吃的全是绿色的。多少钱？哎呀，你先别提钱了，我跟你说，根本就进不去。我跟你说，打电话预约，我跟你说得预约半年呢才能进去。结果特别巧，白雪就帮我张罗这个事，一下午可以找到他们的高管。巧了，正好有个人死了。你让我去顶他？不是，不，我跟你说呀，就没这么巧的事儿。于伟，他想让我死。不是你说说什么？不是，他不是说让你死，就是这意思。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听我说，你长这耳朵没有？你长这耳朵，你就应该听得清楚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听见了，我都行了，现行。我什么？不是妈，我全都听见了。是白雪帮我联系的，白雪说那地方真的特别好，你要去看了。特好怎么不让你自己的爸妈住过去？我爸妈不是有潘美丽照顾吗？我妈不是有你照顾吗？我现在照顾不了，现在动不动让我请假，我根本就不能再请假了，我这还不是正式的。你不能想出这么恶毒的招吧？这恶毒吗？我觉得这太正常了。这老人进养老院怎么不好了？有人照顾，24小时都有人管着，要我老了我就进养老院。再好，那也不是家。豆豆这么说话吧，这太不像话了，是不？这太招您生气了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您。我得问问你，你们俩藏过好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妈绝对没有捏过好。我跟您说，其实是什么一个意思啊？就是昨天晚上临睡觉之前，我就跟豆豆说，我说我这一辈子，我说我最大的心愿啊，我说我就希望我妈。我说后半生就这日子过得甜甜美美的，过得好，是过得快乐。豆豆就跟我说那行了，于伟，那我知道了。不是妈，您别哭，您别生气，我就好好孝顺我妈。我就想着您说后半生的日子过得好。完了呢，那个豆豆就说那行了，说那你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。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然后早上的时候呢，他就走了。到中午就跟我通一电话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他说我在一个五星级特别大的一个五星级黄昏阁，那也是黄昏阁呀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于伟，什么叫黄昏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黄昏就是天快黑了，人就是快死了，这意思呗。不是，妈，我跟您说吧，就总之豆豆他这么干啊，我跟您说吧，就太不像话了，太伤您心了。就这个，其实我跟你妈就是，其实从主要责任上来说呀，这事儿也确实怨我，是不是妈？你看您从小您就跟我说妈将来老了不行了。说我死都不住养老院，我也跟您保证过。我说妈，您放心，我只要您儿子这辈子好好干，我绝对不能说让您住养老院去。我把您送到养老院了，我这就是大不孝。所以妈，我就赖我，我就是没跟那豆豆反复强调、反复沟通好这个事儿。但是我现在想的就是，我昨天晚上我跟豆豆这么说，就豆豆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傻，就缺，
他就是一典型的就好心就办了坏事了，就甭来这套了，好心办坏事啊，好心能办出这事儿来？你以前什么人住养老院呀？无儿无女，孤寡老人，现在什么人住？就是说我没收入了，完了以后也没地儿住。我是没儿没女，我还是没地儿住啊？不，哎，咱这房子是我有居住权没有？有居住权，有。他好心怎么不让他爸他妈住去啊？我明儿我就让他爸他妈住那黄昏阁去，这实在不行，我住那黄昏阁去。就是妈，我今天我全都看明白了，就您现在那种状态，是吧？您是真动了气了，那您儿子就剩了一条路，是不是？如果说让我在我母亲和我媳妇儿做出一个选择的话，我余味毫不犹豫选择我母亲。妈，您一句话，我就跟豆豆，我就跟他理解。但是妈，我觉得您没因为这么点事儿也不至于，是不是？就是作为一个母亲，小辈儿的，他确实好心办了坏事了。何况这事儿里边还有您儿子，我觉得您能给一个机会，是吧？我这就叫豆豆，我就到这屋了，就豆豆就得好好的，就得给您认这错，是吧？就过来就跟您说妈，这事儿我就办错了，我好心办了坏事了，说您多担待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然后您就说，您指豆豆鼻子，您就说我告诉你，毛豆豆，是吧？你我全看我儿子余味的面子上，给你这次机会，以后看你表现。然后豆豆怕有机会说，妈，我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，您以后您全看我的。然后妈，您摆一高姿态，行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我这就叫豆，马上让豆给您认错。傻了吧你？错了吧？不是你能不老吃吗？你把你饭，这有什么好吃的？没吃饭，没吃饭就吃这个呀？不饿，吃得下去吗？我就刚才在饭桌，我就那么拉你，那么拽你，还翘着脚说。那么拉我，那么拽我。那我拽没拽你啊？你要觉得我不该说这话，你把我拉房间里说行不行？你说豆豆，我们走，我跟你有话说行不行？我妈在那儿，我怎么拉你啊？你诚心看我出丑？那我错了是不是？就是你错了。我跟你说，从小我妈就告诉我。就一直跟我说死都不去养老院，你啪一下说过去了。可我之前我还跟你说了，等，不是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，没人跟我说过呀。不对，我跟你说过，我说我妈不去养老院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？你自己摸摸你良心，你跟我说过这话吗？我没跟你说过呀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这事儿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你说我要知道，我能把他从养老院，我疯了吗？我没跟你说过呀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好了，这下他肯定恨死我了。那我错了行不行？反正你错，我错了，但是你得给我妈认一错行不？你听我说，我刚刚我在那边，我费半天劲，是不是？我终于把我妈说服了，只要你过去给我妈认一错。我不去，我就在这屋待着。我求你，我一会儿给你炖鸡翅吃。你少来，你就想摸我过去？过认一错，过去认，看我面子，全看我面子。不是我害怕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有我呢。你听我说，只要你过去认了错，就那一点头的事儿。是吧？以后咱们家你永远总指挥，我永远那总干活了。少蒙我，绝不蒙你。你马上给炖鸡翅，就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好衣服咱们买什么好衣服，不省钱不存了，你想怎么着怎么着。我给你剪指甲，我给你按脚，我给你搓背，以后你就是奴隶主，我就是奴隶。你可以无情的那个鞭抽我剥削我，是说到做到。认一错我求你了，我救姨妈。你弄这床干嘛呀？不是没弄，是那个豆豆来给您认错来了。来，豆豆来。豆豆，这好了。
你说呀、啊，你就说你在那屋那个你怎么给妈认错那话，你再跟妈再说吧。笑，你笑什么呀？不是妈，他那个听说您要原谅他，就弃机而喜了。不是我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好。错在哪儿啊？不该把你送到养老院。为什么呀？你捅他干嘛呀？我没捅他，他自个儿抽了一下自个儿。有把亲妈往外推的吗？不是，是不是我对你不好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对你好。好。怎么好？挺好。你说这话还真说对、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跟外人那一提我儿媳妇儿，我觉得光彩。是吗？每天我就上外边这么买菜去。哐哐哐提着那么多菜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路上渴了，我看着那汽水，我想喝一瓶，舍不得。是妈，妈您太辛苦了。买回来以后，俺这么血哐哐哐这么做，我这么省着，我喂谁呀？最后都是我们的。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你们，家里头传的那镯子，那是我姥姥给我的，是块老玉，跟我说你往下一辈一辈传，我没传给玉豪，传给你了吧？嗯，对，我喂。不是你那镯子吗？我没带，我怕那个，怕干活给打坏了，我就收起来了。啊，收起来了。放哪儿了？我放我妈家了。啊，放他妈家了。放你妈家了？我那个什么，我那天正好在我妈家，我带着呢。然后我妈说，这么好的东西你别随便乱带着，到时候给磕坏了就给收起来了。对，就怕坏了。咱家这么大地儿没地儿放。放你妈的、啊、不是那天正好就是在我妈家，然后我妈就给收起来了。对，等于我这镯子就给你，你给你妈了。没给我妈，不是妈真没给我妈。不是，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不是，那行，我现在拿去还不行吗？我拿回来，妈，你赶紧的，你赶紧的啊。